脚踏车的原理。脚踏车是一种简单机械的运用。脚踏板与大齿轮固定在同一轴心上，大小齿轮以链条连接。想想看，踩动脚踏板后，大小齿轮的转动方向有什么关系呢？其转动的圈数又如何？动力如何传送使车子前进呢？脚踏车的脚踏板连接着前齿轮，脚踏板踩一圈，前齿轮就会跟着转动一圈。利用脚踏板来控制前齿轮的转动，前齿轮卡着链条，链条将前齿轮和后齿轮接在一起，所以前齿轮转动时就会带动后齿轮跟着转动，而且两个齿轮转动方向相同，而后齿轮的轮轴就会带着后轮及前轮一起转动了。